大家好，我是 Happy Room。今天我要来介绍这个美食嘞，是在吉打很出名的，很靠近槟城罢了。槟城湾，你们可以来这边吃看它的烧鸭啦。连我自己啊，都特地来到这边吃，证明它是很好吃啊。这间店啊，它95年就开始卖了。你们记得这间店的名字啊？是因为我会放它的地址给你们知道在哪里。给你们看他的秀了，你们看，好呀嘛，看到是流口水耶，看那颜色是不是很美？看好不好吃，一看颜色就懂。你们看他这个烧鸭是准备烧哦，看到吗？要准备烧，应该是腌制啊。看他颜色，他一天要烧100只啊，他都不够卖啊。这里是他的价钱。不会贵啊，它东西是很值得吃，你们来吃。后面堵住，要等了，那我加点这个。两万。那别。看我成安哥的叉龟屌就知道好有好吃了，不用讲了。安哥家爸有托给我们啊，讲送我们吃多一点才比较香。你们看它的烧鸭好不好料，颜色没有鲜点，你们一看就懂好料了，这种店你们都没有用。领它的字啊，这个它的烧鸭字好料啊，这个是它的烧鸡哦，这个是烧肉，然后这个是也是烧鸡，这个是烧鸭，这个是琵琶鸭。你们来吃啊，你们一定要淋它的汁啊，那汁好料。它的颜色啊，它烧鸡啊，完全不一样。外面的它，外面的烧到五颗色了，它这个是orange的。颜色好吃，它烧。它烧鸭啊，这次啊还有放那个啊，叫什么？那个好像菜脯一样的东西，菜脯呀。好多碗啊，我烧到碗好多。首先我们在这个炒锅两盒。看颜色是美啊，好吃啊，很香一些啊。
真的很多都挑大盘的，你坏不了。虽然牛他们那个是很贵啊，啊，讲贵就挑三哦。对，你放贵啊，成本低啊，你要卖贵啊，很多人就挑四了。要讲退休了，更爽了，过日子了。他的分量啊，你看他分量啊，一般啊，冰茶的是像一般啊，就卖七块啊，那个很快就到了。好重要咯，这种太有理想。葱油、韭菜咯，应该有的都有咯，还有八角果。吃这个烧鸭，还有这个炒果条，真的很好吃。炒果条是五块，这个烧鸭全部呢是34，这边本来是28，然后我再叫了一盘烧鸡，烧鸡是6块啦。啊，谢谢你们观赏我的影片，然后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就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如果你们有什么好吃的美食的话，你们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乐意的拍给你们看。好，谢谢啊，再见，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啊，他这个烧鸭就在这边哦，他好像新春这样的，他是很香啊。一直我就放在这边，你们自己去找啊，这个地方在哪里。